穿上完全就是寒风啊，寒风豹纹的，寒风吹起细雨，不是那个啦，那个韩剧里面很多阿基玛都是阿基玛，阿基玛乱讲，我这个根本就是蔡依林，哦，蔡依林，蔡依林的打扮，真的吗？哪有？哎，有吗？哪一个造型？有吗？蔡依林专辑，蔡依林，傻傻分不清楚，老师，老王，傻傻分不清楚，老公，老王。傻傻分不清楚，王金平、王仲平，傻傻分不清。哎哎，你好，住嘴！哦，来来来来，你一起来看看现代科技。现代科技是什么？修片，修片。吴宗宪，有乳沟的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讲要有没有乳沟？有乳沟，那是皱纹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皱纹？这刚好在这边了，有一半拨到后面。老艺人就有这个好处，他讲着讲着顺势滑出来，对，而且完全不突兀，有没有？就滑出来了。这刚刚一讲我便秘我。什么便秘？便秘绵绵哦，那要喝水纯纯呐。绵绵就很优雅，绵绵就很优雅。不像不像，上厕所要让它出来，就是要那一口气，要出一口气，对，要在那一口气。你哪点给？绵绵就很。真的是熟女无极限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欢迎欢迎，来来，你的介绍一下啊。那个心仪要自己掌握发言的机会了，你们心仪来一下，也来一下，也来一下。心仪，心仪，你要干嘛？哎呦，掌握要掌握，你看好强啊，这些棒槌哟。来来，介绍一下新专辑，新专辑。来，点姐来。要去考鬼。哎，这是片头曲呢，咱三立天道的片头曲。哎，我谁？一口气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只要唱一口气，哎，最后一句就好了，你就知道这首歌有多厉害。一句就好。才推出几天而已，点阅率已经100多万了。点阅率吗？今天啦，很高呢。听下金古力的声音，来，跑到香水姐。哦哦。我要赢。哎，那也跟你笑场啦！没有没有人闹你哦，你有你不要乱哦，你讲哦。不是不是，谢哥谢哥，我感觉很像那个北韩的主播在唱这首。你有问题没有？你春季，好，等下冷静冷静冷静，你冷静冷静。李春季。你要唱啥？废！不要闹了。我要 echo 来结束来。啊！啪啪啪啪啪啪啪！抱歉了，屈伟，屈伟，屈伟。奖牌。天后，天后。我要赢你一口气。哎呦，真的会唱。有哎。好猛哎！哎，他当中这句就中了。脖子还会扭来扭去。对，一定要搭配脖子。听你的歌，我们在听，尤其当年那个掐针的时候。对啊，经典。哎。可以怎么形容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。哎呦，好深哦！中宋祖太难了，稍逊风骚，真的不懂哎，真的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是弯弓射大雕。哇，太有文化，风流人物。哇，还看今朝。怎么接？这个不好接。啊，唔介个哦，我也会晓。来，一口气。李白那个叫什么？李白什么？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吃便当。床上狗男女，其中就有你。还有，还有你。还有，对，就我们两个。不啦不啦不啦，好一对。请讲请讲，这个 station 这首歌超屌。station 啊，掐针嘛，很 international。掐针这个歌，我竟然在什么地方，在上海听到这个最悬然啊，那前奏出来嘛，国语版吗？结果国语版的，怎么唱怎么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国语版？是不是？有一天我们的歌能够被大家翻唱啊，是我们的荣耀。是是，你走红一定有你的原因，不可能是因为外貌。歌艺兼具，兼具都有，兼具兼具有。想当年，
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不好，谁没有过去，始终如一，对，哇，好爱跟你讲哦，车站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连我去绕军啊，将军绕绕军哦，绕军，绕军是什么？绕军，我绕军喜欢那种绕军啊，绕军啊，绕军啊，绕军就是绕赛的绕，绕对，绕军的绕就绕，然后呢，有一个将军啊，他一句闽南话都不会讲，他竟然会唱车站，他怎么唱你知道吗？这唱什么唱？五千的汽笛声，汽笛声，声声响。将军到这段会生气。哇，你们唱好了。你先讲这个。我还没讲完呢。我还没讲完。你还没讲完呐？我还没讲到重点。我还没讲到重点。我们重点还没讲到。我们还多五个来宾呐，后来已经三节了。哎，你们两个要不要先回去？基本上你们要，没办法，可以先坐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车站先给他来一下。要不然我们要听你唱那个味道。对啦，好吧。听。好好好，被控制，被控制。我见你。证明了一件事，一首歌啊，从那年轻时候越唱越唱，是会越来越油的。怎么会油腻到这种地步这样子啊？哎，怎么会转移人？油到你们吗？没有啦，那个宪哥，每次习惯秀清姐看到你，就是低潮都会转成高潮。哇，因为宪哥是专门让人家本来这个音本来他帮。正常就好，他就要高八度了。高潮男，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伟大哦，我怎么那么伟大？怎么了？看完表演就觉得自己伟大，听完会产生错觉的。是为什么我这首歌可以红到现在？然后他们年轻人都会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他们还在游泳，哎，绝对是有错。对啊，对，那个。鼻音非常重要，比如说鼻腔，回家已经高车站，对，然后那个还有一个，花郎花郎雄心来吃亲郎，雄花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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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亲郎的花艺，雄心重啦，告别跟家人的感情不好啦，雄心对对对，温馨温馨雄，你唱。你是唱雄心是对，雄心来修赏，他是要比对。爸爸说，那个现在的蔡依林是以前的那个萧敬姐，跟蔡依林是一样的地位。没，人家都是讲好话，你不要这样。人家也是我爱他。人家是讲好话，上节目想说讲讲好话。对对对，各位，什么叫做抱姑婆？对，好吧，不是虎姑婆，是抱抱姑婆，回去全部吓哭。哎，他们那个《有梦你会红》，你们也改过啊？嗯，是吗？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学台语，因为我们团都是客家人。哦，是，有一点难哦。啊，不要弄西为正丢。这一首又更难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也算更红。比刚那个的车站，你们两个好无聊。因为爸爸也说这个宪哥是以前的周杰伦哦，哎，爸爸也有讲，对这个没有比这个干嘛？结尾去割一割嘛，他割他，割什么？割什么？声音会更高是不是？比如说这个割，比如说割双眼皮，割双眼皮哦，对，这样比较卫生啦。割双眼皮，眼睛不容易感染，眼要不然将来长大。
像翁立友哥哥那个眼皮下垂怎么办？而且那个眼皮会藏污纳垢。哦，他的每一个歌哦，其实你那不得了，脍炙人口，在那个福建沿岸哦，我天呐，天王哎，几乎那个店铺啊，每一家都是在播他的歌。谢谢，就是这些年听一堆挖秀，老天爷啊，这个赏饭吃，对，所以刚好这次的专辑主打歌就叫听一堆挖秀。哇，太会接了，谢天了，感动听一堆挖秀，谢谢谢谢立友哥，谢谢立友哥，这个他是没唯一没有修片，他只有把眼睛弄亮一点。你不要只观察人家这个好不好？一直看这个啊，今天这个也要聊一下你这首挖猛听，这个是哪一个剧？有台的八点档叫爱。爱哦，哇，爱的主题曲，哇，那个红的不得了。啊，唱的立友哥，现在唱这首歌，觉得它有任何的难度吗？其实这一首歌到副歌的哇猛听哇猛听的时候，到后面要收歌的时候，又突然间降得很低，它高然后又很低，它的高低 range 很高。每当麦冲低，没有，很低啊，还没有，还有比那个更低的。这样子，到这疼我一呼，突然间，所以像那个坐云霄飞车这样，对，不好驾驭，满腹的那一种无助啦，然后要把它像呐喊，对，呐喊完之后，最后又要平复，要恢复理智。然后要稳，有咏叹的感觉，对，而且他唱歌，他是属于那种日系的，有一点歌吗？演歌风，演歌风，但就找到自己的特点就不错。你看那个红龙红有没有？对。他是在大声啥？没办法，真的，他那个尾音就用变假音。他这个是有点加轮损，觉得很好笑。东宫秋意胸，哇，累了，没有，他的感觉哈，要打哈欠。哇，是男主，他那个，所以你刚刚在教这些小朋友那一段，我是感动的，因为孩子们他不懂得用鼻腔功，还有乞丐唱这首爆红，谁说的？没有，不是这一首了，不是这一首啦，有一首叫《上弦待意》耶，哦，上弦啊，中国哈改还这。一边改换这下定决心忘记你啊！哦，歌名改成国语版的下定决心，对，像改的也蛮美的。结果竟然他们改成国语歌，比那个我原来的台语歌还要好。哎呦，哪里太客气了？那个郭金发大哥啊，已经位列仙班了。他是真的唱挂掉在舞台上的，舞台上，然后最后一次录影呢，就是在我的节目，对，所以你今天来到我节目当中，天对我行，对，天对我行，说你没有 gas， 你不是真男人，说你意气消沉，你消沉，你消极，对，我倒想要领教看看，你要跟消极说拜拜，我倒要领教看看什么是真男人，是对，因为他看起来哦，眼光看起来有一点那个啦，没精神。目睭出好干眼症，是，我见啦，啊，你点点眼药水就 OK 了嘛？对哦，对不对？怎么突然关心乞丐眼？补充一下，等下你该不会最近又有研发眼药水吧？这没有，这没有，之后日后慢慢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慢慢安排，好吧？哇，碎王，我道歉在先，我道歉在先。全程最精彩是翁立友大哥的表情。我跟你讲，综艺大热门，从我第一次上你们的节目，没有让我好好唱。歌就算了，而且也找一个不把我的歌好好唱的。我一直在期待，比如说我以为一般就是很平，有没有？我以为等一下会开始认真唱与超摇滚版，好适合，直接送行。我们听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了，我承认了，先跟你道歉了。他刚米豪唱这首歌，我也认为他是在噎你。我问你，怎么问嘛？对，真的米豪，不要这么唱嘛，激怒嘛。下次借一套那个袈裟。不过真的很洗脑哎。对呀，我这样唱，我怎么都，我已经忘记原本的万猛听怎么唱了。我现在只记得米豪。你从头的万猛听，万猛听。这个你知道老天爷，你知道老天爷玉皇大帝啊，年纪大了，耳朵有重听啊，你唱不到他的心里面了。
要对天要吼啊！那我知道，那就唱大声一点。哦，那个味道哦。对对对，但是我说实在话的，他的 rap 的内容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因为叫他小姐，你可以试，你可以试。但我要回家，我回家要请我老板看这一集。我会问我老板说，如果当初蛙猛听是这样子，你愿意变主打歌，然后愿意栽培我来当歌星这样？我要回去问老板。我现在都很想听，看屋里有大哥唱这个版本。对，我们主我也很想听。你唱，你跟李旺合作过，你怕什么？对吧？歌词来讲，他们这个方向性太远了啦，他不是不一样的世界嘛。对了，啊，你当时怎么会改成这个样子？你至少让很催眠呢，当事人稍微舒服。很催眠呢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因为我听这首歌也很久了。因为我奶奶，你确定你有听这首歌？有，奶奶是歌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那迷魂香跟来来来来，等一下，迷魂香光说不练是假把戏哈，你正常版的唱一次，唱正常版的。中间刚刚我唱了个，看你会不会唱副歌嘛？来，我们请。再次确定，刚刚那个比较好。对，刚刚那个真的是比较，他比较适合唱。刚刚我们不适合唱，对对对，他比较适合那个用念的，对对对，好了。我们请，我的小姐你可以试。不过我说实在话哦，刚刚那样子也很有创意啊，对了，很有创意，说不定你好的版本，说不定未来我们的财神爷刚刚就听那个。对，引起最后，最后，所以将来的音乐要转变到哪里，我们其实谁都不能逆料嘛，对不对？逆料，谁想得到？哦，预料，逆料，逆料。以前哈，人啊出山的时阵啊，拢唱车站。哦哦，真的是哦。我刚刚听了之后，真的，你那首以后改成这首，真的大家拿贵翁的这条吼，会做欢喜照的。哦，因为那是小姐你去戏嘛，里面也有，就是这样。今天呢？他这个改编的这三首啊，就这一首才真正是人模人样。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哎，小朋友会哭。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冷静冷静冷静来了，正在摩拳擦掌。啊，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秀琴有一种舒适感，舒服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听了这首歌会疗愈，尤其是看他的人，就是他的笑容，就黄奕也很灿烂。然后呢，丽友哥口水都流下来。没有没有，那不是我说实在话，从头我都一直看他的指法，因为女孩子学吉他，我真的太佩服了，因为女孩子爱漂亮，对，学吉他，她的这个指甲都要。对，用的很短，而且你这个是钢弦的呢，这个不是你，而且钢弦的是更痛，震动级就是会长茧，你洗头完全头皮跟这个完全真的，所以说，而且你想象力也太丰富，而且他练到的是封闭和弦，对，而且弹得很好，音乐人，他从头到尾只有听吉他，有个有文化呢。有文化跟没文化的那对了，差很多了。黑来，我你两个请讲，自己还转 key， 对，哎对，当中自己还写了一个转 key， 他中间的一些。但话说回来，真的，宪哥今天说的也是，车站唱的也真的很好。这一首真的也唱，哎，然后那你的忘猛踢呢？忘猛踢，我就知道，我就想说，我到综艺大热门，哦，从来没有让我好好唱唱个歌，今天也没有把我的歌弄好。对，不同风，他成功了，他成功了。成功型的，到结业这段，还好今后啊，还好今天唱歌这个人长得帅，还好我同情你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留下电话。而且你好，你要注意，你快逃，对，快逃，立马快逃。而且你好，很会送一摔，你看，所以轻松如意才是真正的音乐，不要在那唱到这样撕心裂肺，跟他们戏啊，对不对？都要切割啊，切割，这又很针对性。因为我问天的原曲就是撕心裂肺，然后我们米豪今天唱的就很 peace， 对，王蒙婷啊，王蒙婷，我怎么讲？等一个人也是撕心裂肺，等一个人也撕心裂肺，等一个人怎么讲两句而已，马上清空板凳，那心仪没有对号入座，他们打到人家。